现在我们四川这个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，就闷热。行，我们聊点家。我给你130哈，现在这些呢还没成熟，那不得变黄，它泡了就可以吃了。哎，你说你说。哦，这个起来泡水喝，没压的白糖。现在呢，不得吃榴莲嗦。那个黄瓜泡了就吃嘛，它不得变黄。我吃过嘞。哦，这是盘子我的芒果。姐姐来吃嘞。哪个姐姐？哦，你就那它泡了就可以吃了。你要做这里哦。哦，我上去放下来。走吧，走，看看去。
两个空调。哦，我咋子嘛调节好了嘛？感觉嘛，那我们就两口嘛，我们大家都。哎呀，今天那个安装师傅也特别辛苦，看着汗水不停地往下流，为他们点赞。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